各位兄弟姊妹早晨，今日是4月1日，四旬期第五周的星期三。我们今日亦都为亡者冯振桥、陈秀仪祈祷。尊堂荣，天主，是你为我伸冤复仇，求你拯救我脱离仇敌，从恶人手中把我救出。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愿主与你哋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喺呢个四旬期，去到第五周啦。我哋读到嘅经文呢，要帮我哋了解人生，亦都要了解天主。點解我哋人生各種嘅遭遇當中拖住我哋嘅手？今日再一次天主講出佢矯正人係不遺餘力嘅，我哋求天主都矯正我哋，因為佢嘅矯正係寬恕，佢嘅矯正係包容。但是不是放縱，他的矯正是慈悲的，讓我們獲得自由的，就讓我們承認我們的過失，求天主的寬恕。我向全能的天主，我各位兄弟姊妹，承認我在私言行為上的過失，我罪，我的重罪，為此懇請終身童貞聖母瑪利亞、天使聖人和你們各位兄弟姊妹，為我祈求上主，我們的天主。願全能的天主垂念我們，赦免我們的罪，使我們得到永生。阿們。上主，求你垂念，上主求你垂念，基督求你垂念，基督求你垂念，上主求你垂念，上主求你垂念。我哋诚心祈祷，仁慈嘅天主，求你俯聽你子民的祈禱，使我們藉著寶贖而得到心靈的潔淨，並求你光照我們，使我們真心渴望侍奉你。因你的聖子我們主耶穌基督，祂與你及聖神是唯一天主，永生永旺。阿们。恭读达尼尔先知书。拿布高王说：沙德勒克、麦沙克、阿贝德乃哥，你们是真全心不恭敬我的神，不朝拜我立的金像吗？現在你們準備好，一聽見角聲、琴瑟、笙簫及各種樂器就齊奏，你就俯伏朝拜我製造的像。若是你們不朝拜，你們就立刻被投入烈火窑中，看有什么神能由我手中将你们救出。沙德勒克、麦沙克和阿贝德乃哥回答拿布高王说：关于这事，我们无需回答。如果我们所恭敬的天主肯救我们，大王，他必会救我们脱离火窑和脱离你的手。如果他不肯，
大王，你应知道，我们仍然不愿意恭敬你的神，也不朝拜你所立的金像。拿布高一听这话，怒火填胸，立刻对沙德勒客、麦沙客和阿贝德乃哥变了脸，下令叫人将火窑烧得比往常更热七倍，又命军中的几个壮士将沙德勒客、麦沙客和阿贝德乃哥困起来，投入火窑中。看到三个青年不为烈火所伤，拿布高王十分惊慌，急忙站起问他的臣仆说，我们不是把他们三人全困起来抛入烈火窑中了吗？仆人回答君王说，大王，实在是。君王又问说，怎么我看见有四个人无拘无束地在火中行走，丝毫没有受伤，而且那第四个人的外貌仿佛是神的儿子。于是拿布高说道，沙德勒客、麦沙客和阿贝德乃哥的天主是可赞美的，他打发了自己的天使来救护那些信赖自己的仆人，他们敢违背王命，宁愿捐躯，除自己的天主以外，不愿侍奉叩拜其他任何神祇。上主的话，感谢天主。上主，你是可赞美的，应受称赞，应受颂扬，直到永远。上主，你是可赞美的，应受称赞，应受颂扬，直到永远。上主，我们祖先的天主，你是可赞美的，应受称赞，应受颂扬，直到永远。你光荣的姓名是可赞美的，应极受赞称赞，极受颂扬，直到永远。上主，你是可赞美的，应受称赞，应受颂扬，直到永远。在你光荣的圣殿中，你是可赞美的，应极受歌颂，极受光荣，直到永远。上主，你是可赞美的，应受称赞，应受颂扬，直到永远。在你王国的宝座上，你是可赞美的，应极受赞歌颂，应极受赞颂扬，直到永远。上主，你是可赞美的，应受称赞，应受颂扬，直到永远。你鉴察深渊，在于格鲁宾之上，是可赞美的，应受歌颂，应受光荣，直到永远。上主，你是可赞美的，应受称赞，应受颂扬，直到永远。你在天空穹苍之上，是可赞美的，应受歌颂，应备受光荣，直到永远。上主，你是可赞美的，应受称赞，应受颂扬，直到永远。基督的心倾听天主圣言，并把这些话保存起来，
已經引結出果實的人是有福的。基督天主聖言，願光榮歸於你。願主與你們同在，也與你的心靈同在。恭讀聖約望福音。主願光榮歸於你。這個時候，耶穌對那些信他的猶太人說，你們如果固守我的話，就的確是我的門徒，亦會認識真理，而真理呢，就必會使你們獲得自由。他們回答說，我們亞巴郎的後裔，從未為任何人做過奴隸，那為何你說你們要成為自由的呢？耶穌答覆說，我實實在在告訴你們，犯犯罪的就是罪惡的奴隸，奴隸不能永遠住在屋企，兒子卻永遠居住。這樣如果天主子使你們自由，你們的確是自由的。我知道你們亞巴郎的後裔，但你們圖謀殺害我，因為你們容納不下我的話。我說的是我在父那裡所見到的，而你們做的是你們由你們父親那裡學到的。他們回答說，我們的父親是亞巴郎。耶穌對他們說，如果你們的父親是亞巴郎，你們是亞巴郎的子女，那你們就應該做亞巴郎所做的事。如今你既然圖謀殺害我，這個為你們講出由天主那裡所聽到的真理的人，亞巴郎沒有做過這樣的事，你們只是做緊你們父親的事。他們對耶穌說，我們不是由亂生的，我們只有一個父親，是天主。耶穌回答說，假如天主你們的父親，你們就必定愛我，因為我由天主出發而來，不是由我自己來的，而是那一位派遣了我。上主的話，基督我們讚美你。幾天的讀經呢，大概要帶我們體味到在人生裡面會遇到的含冤受屈的事，因為要準備我們面對的是耶穌的苦難。耶穌就是那位含冤的無辜者，但是耶穌他之所以接受這個命運，這個事實，這份無辜者的苦難呢，是因為他要表達出今天第一篇讀經所表達的，我們有一個真天主，一個愛我們的天主，一個不放棄我們的天主。所以這三聖徒在火窑之中，就表示出真是真金不怕紅爐火。我們看看這三聖徒
怎樣回答拿布高這個皇帝？這個皇帝要他們拜偶像，他們拒絕。事實勝於雄辯，所以他們說關於這件事我無需回答。耶穌都試過的，他被捕受審的時候他默不作聲，因為事實嘛。如果我們所恭敬的天主肯救我們，他就會救我們脫離你的敵手。就算他不肯，我們都不願意恭敬你的神，不願意拜偶像。這個就是三聖徒的骨氣，他們相信，他們知道這個是真理，他們相信真金不怕紅爐火，真是真，假是假。所以最後拿布高見到天主的拯救而讚美天主，除天主之外不願侍奉叩拜其他神明。他居然重複了三聖徒的見證，真金不怕紅爐火。這個都是教會願意提醒後世者，都提醒我們，我們的信仰在哪裡，我們的心在那裡。我們不可以口中說信，心中呢就犯罪。在聖經中呢講那些做表面功夫而心裡不是事實的人呢，就說他們是淫亂，是雜種。因為表面上好像姓羅的，但實在上不知道姓什麼。正因為他們有這樣的概念，我們才明白為什麼耶穌今天很決絕地去說那些沒有聽天主的話而實行的，不在真理中生活的人是雜種。其實耶穌的話是要幫他們明白他們自己的處境。如果你說自己亞伯拉罕的後裔，那就做亞伯拉罕的事咯。亞伯拉罕就是聽天主的話而奉行嘛，但是你們現在說自己是亞伯拉罕的後裔，但是你們有圖謀不軌要殺害我。咦？你口中就講正義，心裡就在這裡預備謀害人，那你是誰？所以他們自己不打自招，這樣說我們不是由淫亂所生的，我們不是雜種，我們有個父親是天主。但耶穌就直接告訴他們，假如天主是你們的父親，那你們一定會愛我，因為我由天主而來的。所以今天教會要求的，我們要反省，我們是不是說一套又做一套呢？耶穌說真理使人自由，為什麼呢？是說是，非說非，未出土時先有節，到靈魂處總無心，無欲則剛，沒有人屈到你的，就算你屈你，你都屈不到的。所以我們的眾謝詞都說，
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审判了这个世界，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彰显了自己的胜利，但是也都真的指证了这个世界的不义。事实上这几天发生的事我们心中有数，不知道啊，你有没有留意到粟米班腩饭的故事，还有昨天为什么要因为度过 1.5 米要骚扰人这间餐厅，连食客都不准走，分明要捣乱。你说不是，那就说不是咯，但是真金不怕红炉火，真理就是真理。所以当你口中说执法，自己在这犯法，你是杂种，的的确确的杂种，因为你勾结罪过，勾结你内心那种怨恨，你还不醒啊？你真的做了罪恶的奴隶啊！今天我为你们祈祷，求天主拯救你们和你们的子孙，因为罪过呢是冤孽的，有样学样，你们所种下的恶呢会有恶果的，不要再做了。真理使人自由啊，快点跳出这个罪恶的深坑啊。所以耶稣是愿意人的悔改，愿意人不要再跌入自己呃自己又呃人，以为讲得多大话就是真，你只会越跌越深，将自己蒙骗起来。有一天你发觉的话，你非常痛苦。弟兄姊妹，用我们坚持真理使人自由，而事实真金不怕红炉火，耶稣做了。虽然正话弥撒前我会说啊，阿花都扫了地没拾好，但我欣赏他，我真的欣赏他，他有做嘛，是没执好，那就没执好咯，好过那些十年的凳都是这样摆，十年那本书都是这样放，证明什么？你摸下去沙尘滚滚，他就告诉你知道没人坐嘛。我宁愿他真，他真是一个真的人，他真心去做，不过呢的确不完善，人人都有不完善，我都有啦。哎，这条项链坏了，正话波恩在对面跟我打招呼。是啊，一下不记得。朱姑娘你说得啱，一下不记得那又算得乜啫？所以阿花是没有的。所以兄弟姊妹，让我们贴地地了解天主今天在我们身上的计划，在这个社会中天主的话要实现的。那些以善良和诚实的心倾听天主圣言，而把这些话保存起来，结出果实的人，坚忍地结出果实的人是有福的。这句说话来自圣经，今天在福音前夫妇我们所读的，就但愿天主使众人都有福，
記得悔改，離開不義，好好地做一個誠實的人，因為真理使你自由，真金不怕紅爐火。就讓我們懷著懺悔的心，人人都要懺悔，人人都要投奔到天主面前，履行真理。那一家人呢是南亞裔的，不用了，他今天不會出來的，不會騷擾我的，都請他一起參加禮神了。兄弟姐妹，我們祈禱，望全能的天主收納我和你們共同獻上的聖祭，望上主從你的手中收納這個聖祭，為讚美被光榮他的聖名，也為我們和他整個聖教會的益處。上主，你為顯揚你自己的聖名賜給我們這個禮品，我們將它再呈獻給你，求你悅納，願它成為我們得救的良藥。因主耶穌基督之名，求你俯聽我們的祈禱。當起聖多默堂的時候，去過沒有？全部大玻璃來的，當時的問題就是會不會分心啊，不會，因為我們的信仰不會離開這個世界，就讓我們皆同這個市民，皆同這麼有血肉的人生，皆同整個在掙扎中的世界，去獻上這個聖祭。願主與你們同在，讓你的心靈同在，請舉心向上，我們全心歸向上主。請大家感謝主，我們的天主，這是你所當然的。主聖父，全能永生的天主，我們時時處處感謝你，實在是你所當然的，並有助我們獲得救恩。你藉著基督的苦難拯救了這個世界，使普世萬民讚頌你的偉大，你藉十字架的威能審判了世界，彰顯被釘死者的勝利。為此上主，我們隨同天使以及各位聖人歌頌你，歡欣踴躍，不停地歡呼，聖聖聖，上主萬有的主，你的光榮充滿天地，歡呼之聲響徹雲霄，報天命而來的當受讚美，歡呼之聲響徹雲霄。
上主，你實在是神聖的，你是一切聖德的根源，因此我們求你派遣聖神祝聖這些禮品，使成為你的聖子，我們主耶穌基督的聖體聖血，在祂甘願捨身受難的時候，在祂愛我們到底的時刻，在晚餐中祂拿起麵餅感謝讚頌你，將麵餅分開交給祂的門徒說，你們大家拿去吃，這個是我的身體，要為你們而犧牲。在晚餐後，他同樣拿起杯，又感謝讚頌你，交給他的門徒說，你們大家拿去喝，這杯是我的血，是新而永久盟約的血，要為你們和眾人傾流而赦免罪惡，你們要這樣做為紀念我。信德的奧跡，主啊，我們紀念你的死亡，慶祝你光榮復活，期待你光榮再來。上主，因此我們紀念基督的聖死與復活，向你奉獻這個生命之糧救恩之杯，我們感謝你，我們懇求你使我們分享基督的聖體聖血之後，能夠充滿祂的聖神，在祂內合而為一。上主，請你記得你普世的教會，我們的教宗，我們的宗座主，你所有聖職人員以及你救贖的我們每位弟兄姊妹，叫我們在信德在愛德中日趨完善。求你記得我們已亡的親友恩人，特別我們今天紀念的亡者。天主，求你記得所有的亡者，並因此所有的亡者在基督的懷中得見你聖容的光輝。請你垂憐我們眾人，使我們得與天主之母和精榮福瑪利亞、聖母的正配聖約瑟、諸聖宗徒、歷代孝愛你的全體聖人、聖邦濟各共享永生，並使我們藉著你的聖子，我們主耶穌基督，時時處處感謝你、讚美你。全能的天主聖父，願一切崇敬與榮耀藉著基督皆同基督，在基督內並在聖神的團結中永歸於你，世世無窮。阿們。我們的天父，願你的名受顯揚，願你的國來臨，願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間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賞給我們日用的食糧，求你寬恕我們的罪過，如同我們寬恕別人一樣，不要讓我們陷於誘惑，但救我們免於兇惡。上主，救我們免陷誘惑和兇惡，求你救我們脫免罪過，並在一切困擾中使我們安然無恙，能夠虔誠生活，期待永生的幸福，我們救主耶穌的來臨。天下萬國普世權威，一切榮耀永歸於你。主耶穌基督，
你應許過將平安留俾我哋，將你嘅平安賜俾你嘅門徒。求你唔好睇我哋嘅罪過，但睇你教會嘅信德，並按照你嘅聖意使你嘅教會，使我哋每一個人、我哋嘅家庭、社會、這個世界都得到你嘅平安團結。你是天主，你永生永旺，就願主的平安時常與你們同在，也你的心靈同在，讓我們互祝基督的平安。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求你垂憐我們。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求你垂憐我們。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求你赐给我们平安。请看天主的羔羊除免世罪者，请看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是天主子，为使我们成为天主的子女。祂是真理，祂带给我们是真理中的生活。离父圣宴和祂一起的我们是有福的。主，我担心是你到我心里来，只你说一句话，我的灵魂就会痊愈。領主榮，他將我們兒子在他愛我子的國內，我們且在他內得到了救贖，獲得了罪赦。我哋诚心祈祷，上主，愿我哋所领受嘅圣事，成为你医治我哋心灵嘅良药，以革除我哋内心嘅恶习，使我哋喺你嘅保护之下日益坚强。因主耶稣基督之名，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天主，你是仁慈的，我们为了的存放感到忧心难过，求你帮助病人早日康复，并赐力量给医护人员，求你增强我们的信心，并使众人同心协力防范并克服疫症。求你赐我们悔改，吸取教训，
保護生態環境。因主耶穌基督之名，求你俯聽我們的祈禱。阿門。在領完聖體的時候，我的腦才醒，有一個字既可以綜合今天的聖經，就是專一。專一，專一本身就是指向天主，在真理中生活。我們求天主幫我們成為祂專一的子女，是專一。願主你們同在，也你的心靈同在。願全能的天主，聖父、聖子、聖神降福你們。阿門。當我降福的時候，我想到其他人，真是求天主幫，都讓我們彼此守望相助。離撒禮聖，感謝天主。萬福瑪利亞，你充滿聖寵，主與你同在，你在婦女中受讚頌，你的親子耶穌同受讚頌。天主聖母瑪利亞，求你現在和我們臨終時，為我們罪人祈求天主。阿門。